欢迎乡亲收看五月二十七号的新中华新闻，我是林浩，你好。新闻一开始，咱先来关心到彰化县政府为了为学校来推动职业安全的文化，强化学生的职业安全意识。彰化县政府伫咧彰师附近举办一案金头脑113年度职业文化向下扎根活动。除了县长王惠美甲青年学子共同参与职安来找茬体验活动以外，现场嘛有 VR 虚拟实境、穿防护用具的体验，甲职业伤病诊断等等职业安全健康宣导的单位，让青年学子对职业安全卫生危害预防知识有更加进一步的了解。彰化县长王惠美甲青年学子共同参与职安金头脑找茬活动。答对了，要有防护网。再来呢，在后疫情时代，让台商回流投资，带动营建工程增加，造成全台营造业去年重大一灾死亡，比起以前还阁多。营造业长久以来是职业灾害死亡第一名。为着要鼓励青年老乡返乡就业，彰化县政府举办职安金头脑113年度职业文化向下扎根活动，强化县内营造业一场安全文化。另外，县府嘛积极推动职业安全卫生，当年除了办理宣导以及训练活动以外，更加主动办理人手辅导，协助事业单位改善工作场所安全卫生设施甲设备。我管有65万的劳工朋友，如何咱的劳工朋友在工作职场上会使更加安全、更加健康，这一直拢是彰化县政府的这个使命哦。那咱的每年呢，拢会到学校啊，希望把公安的这个啊概念会使向下扎根。而且特别感谢彰师大附工因的这个协助甲配合，那和咱的这个学生呐、啊，会使来参与咱安尼的这个。过关尝试哦，咱今仔呢除了讲咱的这个有这个实体嘛，有一寡是线上的一些设施游戏，透过这样的寓教于乐的方式，让同学们能够更加的了解公安哦。那每一个公安的发生都是一个家庭的一个这个悲剧哦，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，让同学们、让我们的这个劳工朋友们都能够注意到这一些细节的部分。那我们也现在有一个网络上的一个游戏，也希望我们的乡亲能够上网来，第一个增加自己在职场上面的一个这个了解，第二个也利用机会可以得到大奖哦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。县府希望借由这个活动，提高县民对营造业职场安全的意识，透过实际体验和经验，让参与者更加深刻了解职场安全的重要性，也让职业安全健康建立校园，让学生会当吸收宝贵的实务经验，建立青年学子伫咧未来职场当中安全健康的基础。新中华新闻台北林中华采访报道。